上世纪的香港乐坛竞争尤其激烈，谭张争霸的局面异常激烈，最终以两个人封麦画上句号。2006年时，张国荣去世三年后，又一个惊天新闻在香港内地炸锅，谭咏麟在父亲去世后主动跑到电台爆料家事，一夫二妻的新闻一出，大家对谭咏麟的滤镜全都破灭。面对潮水般的质疑，他没有像成龙一样说自己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，而是理直气壮的直言，谭晓峰是我的儿子，杨洁威是我的妻子，朱永婷是我的知己。可是讽刺的是，此事曝光之前，谭咏麟一直对外声称要丁克，可直到遇到19岁的朱永婷，哪还管什么竞技誓言，全都抛诸脑后。最后三个人一起生活了几年，杨洁威被逼得剃度出家，如果所有功成名就的人都要换掉糟糠之妻，那世上还有什么爱情？所谓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但凭什么原配总是为他人做嫁衣？如今这么多年过去，不知道这位让所有人心疼的发妻还好吗？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还并没有发展起来，百废待兴。谭咏麟在一个夏天出生，他们一家祖籍本在广东，但因为家里的珠宝生意出了差错，家道中落，所以举家移居香港。他的诞生才让这个节衣缩食的家里有了一点点欢愉，因为除了父母，他还有两个姐姐三个妹妹。谭咏麟是祖辈唯一的男丁，父亲对他非常严格，稍有顽皮就会棍棒伺候。因为家里困难，兄弟姐妹们又多，谭家经常连学费都拿不出来，街坊邻居指点，同学朋友嘲笑是常有的事，这些都被谭咏麟看在心里，并暗暗发誓，我一定要给我全家赚到足够的体面，让家人都能过上好日子，所以我就不停地努力。后来他真的给了全家体面，却唯独伤了一个人的心。谭咏麟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，都说美人三分包，谭咏麟的大板牙就是遗传母亲。父亲谭江博是足球名人，30年代广州足球界的四大天王之一。谭咏麟还曾在自传中写道，他的威名在香港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他被人奉为谭铜头。不过谭咏麟并没有继承这一绝技，虽然对足球喜爱有加，但无奈球技差劲，尽管离空门还有一步之遥，也会把球踢飞，因此谭父还常常嫌弃谭咏麟丢人现眼。不过虽然在运动方面天赋不佳，但在学习上却是优秀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。大学时期，谭咏麟听从家人的建议来到新加坡攻读经济学专业，但不知为何，大三那年谭咏麟突然染上恶疾，生了一场大病，只能暂搁学业回到香港静养。后来病好了，谭咏麟就不想再读书了，找了一份邮递员的工作，每天提着两个装满信件的布袋出门，一天下来可以挣到220元港币。其实在他心里还有一个唱歌的梦想。18岁的时候，谭咏麟谈了人生中第一次恋爱，对方是个大美女，但相处过程中总是对自己忽冷忽热，直到有一天看见对方从别人的车子上下来，才知道原来自己被当成了备胎。谭咏麟在家里哭了整整两天，父亲看不下去，骂他没志气，让他去做点有用的事。伙伴们也常常拉他出去唱 K， 他们经常唱得昏天黑地。谭咏麟从一开始的发泄式变成了后来的沉浸式，几个人一起组织了一支乐队，其中就包括陈百祥和叶志强，都是20岁左右的年纪。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几个人到处参加唱歌比赛，但屡屡失败。到了1970年，他们捡到一张名为 Losers 乐队的报名表，遂又以该表参加比赛，阴差阳错擒获冠军。这之后乐队便命名为 Losers， 还参加了无线电视台的音乐节目。不过短短一年之后，乐队便以失败告终，因为风格受限，所以他们很快过气。再加上在香港的经商风潮下，乐队里好几个人跑去做生意了，谭咏麟只能暂时决定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。那段时间他白天去商店售卖文具，晚上则去夜总会登台演唱。夜总会里灯光昏暗，台上唱歌的少年意气风发，这样的场景是无数少女动心的地方。一天谭咏麟唱歌的时候遇见了杨洁威，和很多浪漫的电影开头一样，爱情的开始总是浪漫的，因为简简单单的一首歌，他惊为天人，他喜得知音。一番畅谈后才知道，杨洁威是一名美容顾问，虽然他长相并不惊艳，但是对舞台形象、表演服装审美独特，而他的专业也为谭咏麟日后的发展助力不少。和谭咏麟相约丁克，却被私生子夺权。少男少女谈恋爱，男孩总喜欢对日后事业的规划畅谈一番，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成功。哪想杨洁威听后直接提出辞去工作，一心一意做起了他的全职助手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再度深度学习了舞蹈设计、舞美编排等，成为了专业的艺术策划，但只为谭咏麟一人服务。为了早日帮他实现梦想，杨洁威鼓励谭咏麟再次组建乐队，以独特的眼光和见解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。1973年，
韩永林和伙伴再次组起温拿乐队，并成功受到力捧。这年年底，他们一起拍摄了青春歌舞片《大家乐》，温拿五虎一炮而红。1974年，温拿签约宝丽金，连续发布了三张专辑，占据香港电台流行音乐榜首，更是畅销东南亚。到了1979年，温拿乐队解散，但谭咏麟已经是当红歌星，随后签约无限，远赴台湾发展事业。同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《反斗星》，两年后又凭借电影《假如我是真的》获得了第1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。但其实在参演这部电影的时候，由于他的普通话太差，台词说的是数字，而对于演技也不是很自信，所以他出席金马奖典礼时还以为自己就是个凑数的，根本没有放在心上，更没想过自己能获得影帝。这一年谭咏麟31岁，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，最火的时候还登上了内地的央视春晚，演唱经典歌曲《水中花》，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他一连举办了6场演唱会，打破了香港歌手在红馆初次开演唱会的场次记录，还获得了金曲奖最受欢迎男歌手奖。演唱会上一个举话筒的动作便偷走了万千少女的芳心，可实际上他的每一次演唱会、唱片、广告、电影的造型都是杨洁威精心设计，有时为了达到最佳效果，杨洁威甚至不吃不喝不休息，才有了谭咏麟台前的完美形象。同年两个人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，但谭咏麟正值事业上升期，杨洁威甘心当起了地下恋人，但是在爱情里面太懂事的人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乐坛犹如华山论剑，英雄辈出，除了歌神许冠杰、歌侠梅艳芳外，还有歌仙张国荣、歌圣谭咏麟，可想而知竞争有多么强大。最著名的莫过于谭张争霸，两个人各怀绝技，不分伯仲，谁得奖都是理所应当，但粉丝们却为了自家偶像明争暗斗，小报媒体也更是炒作渲染，仿佛两个人之间真的积怨颇深。一次颁奖典礼上，两个人同时获奖，张国荣上台，而谭咏麟因为在拍戏无法抽身，再加上颁奖时周润发一句玩笑话被谭咏麟粉丝大肆炒作，引得双方粉丝在现场互骂，导致台上台下一片混乱。其实在私下里，谭咏麟和张国荣惺惺相惜，这样的局面是谁都不想看到的。所以在1988年谭咏麟再次举起香港十大金曲最佳男歌手奖的奖杯时，郑重宣布永远退出任何和比赛有关的音乐节目，这让歌迷和乐坛震惊和惋惜不已。虽然有太多的不甘心，但和张国荣之间多年所谓的斗争让他很无奈，他愿意给新人更多的机会，可能这就是传说当中的艺高人胆大吧。后来张国荣也退出歌坛，这之后才有了四大天王。多年后谭咏麟和张国荣首次在台上合作《幻影家务之恋》，让双方歌迷都激动不已，也许这也是谭张争霸结束后最好的纪念。只是谁都没有想到这会成为永远的绝唱，事业上的危机告一段落。谭咏麟的身边却多了一个人的加入，一直以来杨洁威都在谭咏麟背后默默付出，默默支持，因为忙于工作，两个人相约丁克不生孩子，再加上杨洁威流产过几次，再想生孩子也很困难。但是随着功成名就，谁还会念多少旧情，人到中年看着别人家儿女绕膝实在难受。41岁这一年，谭咏麟在一次演唱会上认识了19岁的朱永婷，当时的朱永婷刚上大学没多久，最喜欢的歌手是张国荣，对谭咏麟也是欣赏有加，两个人很聊得来。一来二去，谭咏麟被少女的天真无邪吸引，朱永婷被她的成熟魅力俘获，两个人发展成了秘密情人。到了1993年，杨洁威的父亲去世，养母看女儿实在委屈，对谭咏麟说，我女儿跟了你19年，你都不公开，现在必须以女婿的名义为岳父在报纸上登讣文。随后讣文登出，两个人19年的感情终于拨云见日，面对媒体的舆论，反倒是杨洁威挺身而出，是我坚持这么做的，跟谭咏麟无关。此时的杨洁威欣喜若狂，多年坚持终于有了结果。只是他没想到，此时的谭咏麟之所以唯唯诺诺，是因为他还有一个没有公开。原本谭咏麟以为自己可以两边周旋瞒天过海，直到私生子的降临打破了所有平静。1996年谭咏麟中年得子，情人朱永婷专心教子，只终究包不住火。人前大家都在佩服杨洁威的勇气，夸他赌对了，但人后他却为了情人和私生子头疼不已。为了安抚杨洁威，谭咏麟把家里的财政大权全都交给了他，在他的打理之下，谭咏麟的资产迅速膨胀了不少，但内心的孤单金钱根本不足以抚平。另外谭家人也非常支持原配，表示绝对不会接受朱永婷。最终在谭咏麟的糖衣炮弹以及细心安抚中，杨洁威最终选择了妥协，
其实他的糖衣炮弹并够不打动人，只不过是杨杰威愿意相信而已。可是殊不知，这才是他不幸的开始。遁入空门的杨杰威，数次堕胎被抛弃，数亿财产留给情敌，他甘心吗？即便母亲有错，但孩子是无辜的。谭咏麟想给儿子名分，爷爷奶奶想孙子陪伴，这些都不是杨杰威能够阻拦的。谭家人的天平也在无形之间偏向了朱永婷。一次，谭咏麟抱着儿子晒太阳，戴着墨镜帽子全副武装，还是被记者拍到照片，第二天迅速成为了各大娱乐版面的头条。谭咏麟依旧不予回应，这次站在媒体面前解释的依旧是发妻杨杰威。此后谭咏麟格外小心谨慎，对于媒体捕风捉影的消息一律视若无睹。这段三角恋情一瞒就是十年，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06年，谭咏麟的父亲病逝，56岁的他主动跑到电台自曝家事，因为父亲死前唯一的遗愿就是希望孙子可以认祖归宗，得以证明两个女人十年恩怨。他们同时以女主人的身份出面打点丧礼事宜，那段时间围绕着谭咏麟的感情故事成为了每个香港人的谈资。但这一次站在媒体面前的却是谭咏麟，他说杨杰威给不了我想要的，我是为父亲留后才马失前蹄。随着家事完全被公开，杨杰威伤心欲绝，但小孩不能失去父爱，他只能默默承受，只有将所有不甘和委屈都和佛祖诉说。杨杰威为了这个自己爱了大半辈子的男人一再隐忍，但换来的却是背叛，身边朋友更是直接将朱永婷换为嫂子。最终朱永婷母凭子规略胜一筹，没过多久便被扶正。失望的杨杰威含泪剪去三千烦恼丝，从此遁入空门，面对媒体采访转身就走，绝口不提。谭咏麟还将杨杰威打理好的名下数十亿财产转到了私生子的名下。如今谭咏麟已经71岁，身边依旧有朱永婷温柔相伴，还有聪慧的儿子相陪左右。据了解，谭晓峰天赋绝佳，非常优秀，5岁凭借一幅素描获得全港儿童绘画比赛亚军，11岁考取钢琴6级，13年考入牛津大学，17年硕士毕业。因为长相实在高大帅气，香港有很多娱乐公司都想要签约，但都被拒绝。随后谭晓峰进入一家加拿大游戏公司担任工程师。可能他的母亲在寻找爱情的道路上并不光彩，但他却是真的有本事。至今已经70多岁的谭咏麟依旧在为了爱子铺路，又是高层引荐，又是跨行打点，媒体每次都以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形容一家三口。只是大家也实在好奇，遁入空门后杨杰威还好吗？在一次采访中，谭咏麟被问及和前妻还有没有联系，他却回应称是媒体乱写，我家没有尼姑也没有人出家，到底是真是假我们也不得而知，但想必多年传言一定不是空穴来风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杨杰威终于得以解脱，再也不必为了情爱困扰。其实爱错了人就是在渡劫，清醒过后一定要及时止损。